配 Exen Showtime。 中选会宣布109年1月1日零时起不得散播转传民调资料。选举进入倒数阶段，中选会提醒自109年1月1日零时起至1月11日下午4时起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发布与候选人或选举有关之民调资料，亦不得加以报道、散布、评论或引述，而且投票日当天零时起，也不得透过社群媒体或任何方式为候选人或政党助选及宣传，违反者处以新台币50万以上500万以下罚锾。